我发誓这绝对不会是电影特效，但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请大家看一看，这完全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并没有倒过来拍摄，但是我的宽银幕莫名其妙的就倒过来了，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就是 Windows 啊！事隔六年，事隔五年，重新使用 Windows， 它就让我的脖子有运动的机会，还是真不错。就这样，再见。